My name is Alison Bailey. I teach in Asian Studies, and I am very happy and grateful to be here today. I would now like to give the land acknowledgement. UBC Vancouver, where we are virtually today, is located on the traditional, ancestral, and unceded territory of the Musqueam people. The land it is situated on has always been a place of learning for the Musqueam, who for millennia have passed on their culture, history, and traditions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on this site. We are honored to be here. I will now introduce our speaker, who is Ahronglong Sakinu, who is the award-winning author of several books, including Hunter School. We have the translation here, which I thoroughly recommend. Windwalker and Grandpa's Ocean. And he's also known as the founder of the very famous Hunter School. His works have appeared in print, in film, as audiobooks, and cartoon versions. Hunter School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Daryl Sturck in 2020 and offers a wonderful introduction to Sakinu's life and philosophy. Yesterday, we had a wonderful session moderated by Professor Christopher Ray, and that the session then was on Sakinu Lash's life and his pedagogy and the for the Hunter School. But today, we're going to be focusing more on his creative life and his creative work and the ways in which his culture has shaped him as an individual, but also as a storyteller passing down collective wisdom. 台湾族人是一个很会用故事生活的人。 故事是他的很主要的中心。 那小的时候, 你的周围会有很多会说故事的人，会唱歌的人，或者会跟你说话的人。这些人代表了整个你的台湾族的历史的发生。在你小的时候，这些老人家不会很刻意的告诉你说你就是哪一种人，或者是台湾族人这样，因为你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会给你一个观念，会是你在内心里面开始发芽的信仰。你从哪里来的？老人家就会跟你说：“在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在这里了。”他在告诉你的是对土地的确认，对这里的拥有权。 甚至告诉你说，我们就是这里的人，啊，这里的山、这里的河、这里的河川、这里的任何一切，都是你看到的尽头，都是被你赋予拥有的。那个被赋予呢，他就告诉你说，这个族群有一个头目，头目就像那个采蜜的蜜蜂里面有一个蜂王。 他就是我们的头，然后他就开始告诉你，我们部落，哪些人，哪些人，哪些人，这个部落有哪个家族成员这样，他们是从哪里过来，迁移过来的。那你小的时候呢，就会很清楚的听到这整个部落的组成，人的组成，然后在哪一个地方，然后哪一个家。 专门掌管哪件事物这样，比如说这个家，像迪马拉洛德卡杜，就是专门越过林线的家族这样，然后这个家族是专门去跟山底下的人谈判的人，然后这个家族是伟大的家族，那就是猎人战士的家族。 他就在告诉你这个部落的关系跟成员。我们有我们的河神，我们有我们的山神。当我们要去狩猎的时候，我们必须透过仪式去祭拜。我们有创造者，这样。过去的老人家会说，我们是太阳的子民，这样，由太阳创造了出来。
然后来到了这个人间。然后我们的头目是借以神跟人的身份，他被天神派来管理人间的土地，人他的这个人民呢，也就是被他所拥有这样。所以在排湾族的阶级制度里面，有头目、贵族跟士族跟平民的阶层。那这个阶层呢，是非常的倚靠的这样。所谓的平民不是那一种非常低贱的平民，平民是供养头目的被存在，也就是没有平民就没有这个头目这样。那就像蜜蜂的采蜜者专门去外面采蜜这样，来提供这整个蜂巢里面的营养。那士族呢跟贵族，他们是一个劳心然后劳力的一个阶层，那平民呢就是一个劳动的阶层这样子。所以当你在很小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在很清楚的确认你的信仰是来自于这一个大自然，然后你的阶层里面，你的家族被赋予的能力是在这个部落里面可以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跟力量，然后你透过你的生活方式，其实在依循的就是一个台湾族人的信仰、仪式、生活、人关系的一个重叠。怎么去服从，怎么去服务部落，怎么去服侍这个台湾族，是台湾族人很重要的一个精神的架构。那我们在讲的服从，不是那一种汉语里面的服从的意思，是你怎么样把你自己在这个台湾族人或者这个部落里面活得很大的意思。那怎么去服务，也就是把你提供出来，让这个部落是能够继续的被存在。那怎么去服侍部落，也就是说当部落很需要你的时候，你必须放下你的手边去为这个部落。在我的小的时候的认知，就只有这个部落的概念，还没有所谓的族群的概念，因为我们四季生活的地方就是一个部落的空间。那部落的空间呢，它有所谓的神话空间。神话空间台湾族的话就是Milimilian，就是以前的祖先说的这一个故事这样。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讲的部落的生活空间，也就是现在的部落的人专门已经在使用的这个范围。所以部落现在的人使用的范围跟过去的祖先的那种神话故事的空间，就构成了一个台湾族人生活空间领域，统称叫做神圣的这一个空间这样。关于写作这件事情，我是一个不太会读书然后功课不好的孩子。我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只教我认字，所以我使用了汉语的书写方式，但是我的脑袋里面所有的书写的方法其实都来自于我的部落、我的族群、我的老人家、我的部落生活的种种种种。我小的时候写不出那个很作文的作文，因为我生活跟我的外公、跟我的外婆跟在部落里面，所以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的心里面的心法，我的造就了我文书写的写法。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老师叫我们写一个题目去形容水果很多，我的同学都好会写哦，就写满山满谷形容水果很多，结实
结石累累，像繁星一样多，这样。我就在我的作文簿上面形容水果很多的写法，叫做我的眼睛装不满了。我这个是非常原住民的方式。我记得我的老师就在我的作文簿上面跟我写那个文藻词汇不通，然后左批跟我写这个跳跃式逻辑不切实际，横批跟我写这个朽木不可雕也的。我就自己在那个朽木不可雕也底下跨湖，就写可以朽木可以种香菇啊。我的祖父会跟我说，那个山的林线是祖先要回家回来看我们的路线。外公是个渔夫，他会跟你说月光海，当月亮从海平面起来的时候会有一道夜光的路的。外公就会说那个是美人鱼要上岸的地方。哎，你小时候就在听故事，你跟这些人在一起，老人家在一起，他不会跟你讲说我好想念你哦，这不是，他会跟你讲说哇孩子啊，你怎么可以让我迷路啊，就是你怎么可以让我迷路找不到你，就是想念的想念的意思这样。台湾族人讲我爱你，金莱恩达贾努索，他不是直接翻译成我爱你，他的形容词是我就像那一棵 大树外面的那个树藤紧紧的想要包覆着你这样。你可以想象我们小时候所听到的语法是这个样子，进入到汉字跟汉学的时候，我的脑袋 很打架，很搞不清楚。隔了那么久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在我小的时候，在我的部落，我的外公跟我的外婆跟我的祖父跟部落的这些耆老所给我的东西，才是丰富了我书写文学的最后的基底。所以我的老师是我的那个外公外婆祖父们部落的耆老，因为这才是他们教会了我想要写东西书写去告诉这个世界我们的不一样这件事情这样。因为我有八个阿姨加上我们的阿嬷，就总共有九个女孩子。童年的时候我的外公要出门的时候总是会跟我说，我们要跟我们家的女人，也就是我们的阿嬷，我们的老婆，我的女儿讲很好听的话，让他们听到很好听的话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就会很好，就会有笑容。然后我们男生看到我们的爱人，看到我们家的女人都有笑容的时候，我们去外面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很开心，我们去打猎的时候就不会跌倒，就不会受伤。 I would like to just point out that of course now Sakinu 老师 texts are in the classrooms in Taiwan as well as being us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as a text for language teaching. So I feel that his Chinese literature teacher didn't recognize what he had when Sakinu 老师 was a student. 对，我前几天去国小演讲，我就跟，因为我要谈教育，我就跟很多老师说，好可惜哦，在台湾竟然没有一个老师去宣誓说那个 Sakinu 就是我的学生，那我就是那一种被忽视被看不见。我就跟这群老师说，你们可不可以认真的去看待有可能有一天他会成为巨星这件事情。没有老师知道我会成为文学家啊，没有人知道我会得奖。如果有一个老师知道他的学生里面会有一个人可以去国外演讲，然后可以代表台湾竟然有一天可以成为国中的教科书这件事情，
你可以想象那个当老师是多么的重要。我就跟老师说，跟在座很多老师说，不要小看你一点点的说话，即便那个是一个你认为调皮捣蛋、肮脏、未来可能会没有成就的孩子，你的嘴巴里面都应该要有很好的善语去支持他、support 他、鼓励他，让他拥有这个全世界，是可以站在那个巨人的肩膀看世界啊。也就是因为文学这件事情，我的老师都不知道，我不会读书，就考零分嘛，数学考不好嘛，但是我喜欢阅读这件事情，老师没有很认真的看到的，原来阅读才是我的最大的带领我进入世界的一个大门。我必须要告诉很多的学校跟现在的教育，不是功课很好考第一名就是未来会就代表他是很有成就或者是所认定的好学生。我就是一个让世界知道不一定一定要功课很好的人，或者是你的作文很好的人就可以当 文学的人。那如果你作文就写得很好去教别人写作文，那个很难教出来。你不会写文章这件事，你不会写作文这件事情，但是你可以把你的故事用很自然的方式转换成文字，而这个文字是很有吸引力很有穿透力的时候，那个东西才能够代表你自己。我必须跟自己的族人或者是世界的原住民说，你就认真的书写你自己，因为在未来这些东西将会成为你孩子最美的记忆跟财产。哎，人家会拿我当那个基础的标准啊，那个Sakinu都可以，我们的小朋友应该也可以吧，这样。所以推阅读这件事情，在现在的部落，在现在的学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也是那个阅读大使，就是告诉大家阅读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当你推动 Hunter School 的时候，学校教育开始也在认知转型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让台湾的教育不是只有在所谓的名次上面，它应该更开放的是多元，让我们的孩子喜欢自然，从自然里面去觉察自己的敏锐度、敏觉度，这件事情是一个在现在台湾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因为现在的孩子不能没有自然的这一块，更相对的某个程度上文学是一种美感了。因为当你在书写的时候，你会想到用什么样的文字书写的时候，也就代表着你会用什么样的话语表达的时候，那个是会反映一个人的心思的细腻度跟细致度。那在一个说法里面的时候，这就是我昨天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某个程度上在书写或者说话，它是很有仪式感的。因为你在跟过去跟现在，跟过去的神跟现在的人，跟现在的土地跟环境自然沟通的这件事情，你是一个权益者、诠释者，你是一个伺服器，你要很认真的去转译交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某程度上你的书写就是一个沟通者，用自己的母语写作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小众，这样用现在自己熟悉的汉字这件事情是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直通的这样。
那在台湾现行推动自己的母语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夯的，现在来说，我也相信有一天应该山猪飞鼠或者是自己的作品很快的就会被翻成、全母语的作品这样。那怎么样用汉字书写去告诉更多的人这件事情，相对回应回馈的会是你作为台湾族人或者是你的部落的想法的任何的一切的这个传递，会是它更清楚更明确的。那如果你透过、母语的书写这件事情、它要再转译给大众来看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会让人可能会有很多的不知道或者不确定的状态下这样。但对未来我相信我会想要尝试直接用母语做书写，就好像在跟自己对话一样。我们生活的现在的这个环境跟空间，不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你的部落这样。在台湾现在的环境或者是部落，它慢慢的充斥着更多的被多元性，也就是说你不能不想要，是因为你去读书你会碰到很多、种族的人，你要练习讲阿美族话，你还要会听闽南人讲台语，还要共台语这样。然后学校又告诉你说这个英文非常重要，那其实你的改变、是一个在没有你没有任何的意识下就开始接收了这些 的讯息这样、没有人会告诉你说你不要去读书啊这样，只有我的外公跟我的外婆会讲说读书干嘛没有用那个这样。但是现在没有父母亲会跟你讲说读书没有用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开始慢慢的被教育你的生命当中就只有一个答案，就去学校这样，好像去学校就是正确答案这样，然后好好的读书就是正确答案这样，好像没有其他的事情这样。是我讲的这些东西的多元混杂在一起之后，我觉得就像彩虹一样，如果只有我们或者是我只接受我自己的东西，那个会是一个非常的单一，但是我们的不一样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就像彩虹一样嘛，有很多的颜色，那你身上有很多的颜色，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时候，当你出现在天空的时候才会漂亮。我最喜欢就是文学用书写的方式，再者就是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说故事的人，那自己不是只是讲故事，那自己因为有很多事情是你亲身经历的，所以你的演讲从小孩子到老人家应该都可以让他们很感受到吧这样、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了挪威演讲，然后有一个老师就说这是我在挪威那么多年执教以来第一次碰到一个来这里演讲的外国人，这么会说故事这样，你让我很进入到了那样子的情境里面的，然后你的话语跟我们一般人在使用的语法跟语言是不同的，你的言你的说你的讲似乎就像一个现在的祭司这样，让我们穿越了那个时空，进入到了、你的那个空间跟环境。记得小的时候我的部落的老人家，我们没有电视，我们没有收音机这样，没有现在的什么 internet 这样，你知道说故事的这样子的人，如果你的故事是一直在重复性，你就不好听的。
所以要说故事的人就必须要有很多的经验，要有经历，甚至你比把要把你的生活是狠狠的被实践出来，然后你的体验是要很有记忆感的，所以你的记忆是非常深刻深切的，让你对描述描绘形容一个空间一个环境一个动作一个行为的时候的那一个交代，就像每一个书写你在写文写的那一个章节这样。经历了这么多 的方式就是去做表达。电影有它电影的直接性，因为它是一个最快让人知道故事的剧情跟剧本，它可以一目了然了解到那个要表达的不同。但是电影它虽然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但是对于所发生的事情，电影的拍摄就像一个时段的结束这样。那动画呢，动画会让人有想象，因为动画的不像电影一样，动画不像电影一样，动画它可以让人有想象的空间，动画可以让人觉得好像在那个里面这样子啊，动画呢可以让人有一种超乎你自己所看见的那个世界这样。所以一般动画呢比较多是小朋友喜欢去看动画这样。自己也在台湾担任这个电视节目的主持人，那自己也主持这个部落行脚的主持，我也很喜欢当那个部落行脚的主持人，因为你可以去很多部落，可以跟很多人聊天这样。然后有人会说，有些部落的妈妈会说，哎，我看过你的书呢，我说你怎么会看过我的书，我的女儿在读你的书啊这样。哦，你写得很好笑呢这样。我就感受到，哦，原来用这样的方式也是一种你的这个人的不管是文学生命生活的一种传递。的确我当初出了这本书之后也拿给了台湾很大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的编辑总编甚至出版社的老板都说我这本书不适合出版的。其实那时候对我的打击是非常的大，某程度上他在告诉你说你不会写啦，他希望我能够朝着他们出版的方向出版的。然后我认识了刚才你说的这样子的朋友，他告诉我也就给我了很大的支持的一个方向。你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我的这本书出来的时候在台湾不是受到很大的重视了，那我也没有想到要受到多大的重视嘛这样。但是这本书就是从美国 红回来了这样啊，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在国外这样子的书写方式是很受到别人的喜欢 跟喜爱这样。那之后里面有很多篇的文章就成为了国小国中高中大学的读本这样。为什么会对我很重要这件事情这样，有时候在夜里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是深山打猎的时候，我就很高兴，就是还好我的家里是猎人的氏族，让我可以拥有独立能力进入山的那一种的自己这样，然后不怕黑这样，然后看到很深的那个深崖断崖会有一种想要跳下去的那种感觉这样，看到大树的时候就会在树底下一直微笑。我就在想，还好我是台湾族人，我拥有山的，拥有河流，拥有大海的那个权利这样。那我唯一反射在我身上的权利，你要拥有它，
你就必须进入到山里面这样。为什么排湾族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它是我所有思考的方向，它是我所有看见事物的不一样，它是我对待人的方法的基础，这样，它是我所有美感训练的一个地方。你可以想象，我如果是汉人，我画出来的画就会像国画一样啊，但是我画出来的画就是很调皮这样啊，就是很原住民这样。那你讲出来的话啊，就是很部落的那个样子这样。而你的视野跟看法在讨论的时候就会更是不同。有一天部落的有一棵大树被砍掉了这样。部落的一个老人家就站在那个大马路中间，把那棵大卡车载了一棵很大的树挡下来，就对着那个司机那个砍树的人咆哮着这样，你们哪里有权利把这个树砍走？这个树的年纪比你的爸爸，比你的阿公的阿公的阿公都还要大，你们怎么可以把它砍走呢？这样，这个是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子孙的少灾养，少灾养就是这是你们孩子的树荫，这是你们孩子的财产，你们怎么可以砍掉？我被那一刻是非常的震撼，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对我们自己来说，那棵树长在我的土地上面就是我的嘛，土地私有化的概念，但是它是用一种那是我们的这种概念。我想要说的是，自己会书写会写文学这件事情应该在自己的身上早就已经具备了这样子的能力，只是在那个年代我们是被忽视的，我们是被冷漠的，我们是不被承认的，相对性我们的机会就是少了。当然我要跟很多的老师去呼吁，也就是说多元的这一件事情，它不只是一个尊重，它甚至是一个发展。我常去演讲的时候就会跟很多的人说，你们要把台湾的原住民当作你们的练习，因为我们是台湾的外国人。当你会跟我们相处的时候，有一天你去加拿大，你去美国，你会碰到来自世界各国的外国人，甚至非洲的，甚至是莫桑比克的、坦桑尼亚的这种人种。但是有很多的留学生好像到了国外就只是认真读书，因为他会反映他在台湾的时候其实没有好好的认真的跟原住民相处。你问很多的台湾人，你问他有没有原住民的朋友，我们是在台湾只是小众，他们没有原住民的朋友，但是我们原住民却有着很多的台湾汉人的朋友，因为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心境、我们的心思，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喜欢的族群。这样，我们需要被人家爱，我们需要被人家支持，我们需要被人家鼓励，也需要被人家在乎。这样，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的，在那个年代，原住民似乎被看见。我们有很多汉人的朋友是相挺我们、支持我们的，甚至他们会告诉我们说，当原住民好棒，拥有自己这件事情好重要，因为你是世界的礼物这件事情。这样，虽然过去遭遇了很多自己不是这么喜欢，但是这些东西似乎在你的身上成为了一个很厚实的力量。这样，在书写的过程当中，你又似乎看见了这是一个代表，而这个代表是关于你的族群、关于你的部落、关于你的土地、关于你的一切。这样，我才感受到原来书写是这么有
震撼力这样。当你一旦被关注的时候，你的被看见就会越来越清晰，也就会是说有很多的东西你会被看见，而你必须要去承认这个世界不是只有单一。所以怎么样从那样子的契机转换，对我自己来说，去实践自己的生活，勇敢的去面对这一切，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一直让自己走到这里。还有就是部落那个环境那个空间，其实造就了自己的心境的宽阔，跟自己打不败的自己。我喜欢疫情的台东，有疫情来之后，我可以 很公然很正确的跟大家说，还好不用去演讲，这样，然后就不用出去了，这样，然后我就花很多时间可以在自己的范围的时间里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然后因为疫情的阻碍妨碍，就变得自己在家的时间多了，这样，跟自己的小孩，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部落，这样。因为台东是台湾最后的最美的净土，就发现没有观光客的台东很像真正的台东。然后疫情之后的台东，没有很多车了，没有很多人，似乎好像回到了我的童年的60年代跟70年代的样子跟状态。但是疫情也给了我很多的机会让我喘息，因为烈校要建校，所以我就在部落的后山很认真的，在那里种树啊，叠石头啊，盖房子，这样。那对我来说，这是疫情给我的一个人跟人不只是最安全的距离，也是最舒服的距离，也是最适合的距离，这样。因为我们太熟悉 internet 了，所以会把那个 internet 的习惯应用在好像一定要有人，一定要去逛街，一定要去 seven， 一定要去城市。No like， 这不是我喜欢的，这样。自己本身就喜欢写东西，这样。我只要看到、听到、想到，我就会马上，用现在的科技马上的做记录，这样。其实自己已经大量的有了一些东西，那自己可能在给自己既定在明年自己房子烧掉的第三年，应该会出一本自己的书，这样。那可能它会有关于我自己的工作，是憧憬的部分，这样，是对山林、对森林的保护的自己的观点。第二个是，我其实最想写的是我的孩子三个女儿的故事，这样，因为我是一个很好玩的爸爸，这样。再来就是，自己也想再出一本，建筑的书，这样，因为自己对建筑有自己的做法跟想法，我想把传统跟现在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出一本让大家可以了解，哦，原来房子是可以这样子改的。那再来一本可能最想要书写的是这二十几年来其实影响了很多的年轻人，那从过去到现在，其实我对年轻人写的信说了什么话，其实我都有把它记录下来。那在每一个年代每一个时期，其实都很清晰的代表了我那个时候的心情跟情绪，这样。所以这几本后面那一本书是我最想写给年轻人的一封信，就是透过告诫告诉他们说我们是谁这件事情，这样。那以上这五本是我未来可能在退休之后
想要着手打算朝着这样的方向慢慢的书写。还好我没有遗忘 我书写的方式。我的女儿很爱嘲笑我这样，因为我对电脑不太擅长，以前我都是用笔跟纸直接的书写。那现在有了一台那个 iPad 2的时候，我长得很大只，然后我就在 iPad 2上面打字这样。我女儿都笑我说，爸爸你很像黑熊呢，然后你的那个手指头很像香肠呢这样。我说哎呀，爸爸在写未来。导演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幕后是香港的老板这样，那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叫做沟通的充分跟充分的沟通这件事情，是为了达成怎么样传递故事，电影故事情节里面本身的重要性，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那因为我们香港的人节奏非常的快嘛，我们台湾原住民是那一种吸到空气的时候才会有感觉的那一种，但是香港的人是为了要抢空气嘛，所以我们的做事风格做事调调就完全的不同。但是我相信他们才知道我们是真正活着的人的，他们才知道我们真正是有在呼吸的人的。因为当他们来到我们这里做拍摄的时候，他才会真正的了解到我们的想法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这样。这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虽然有很多争议，有很多看法想法不同，但是我们还是把电影的很重要的主轴把它诠释出来。我刚才提到说我们本来就是在台湾的外国人这样子的观点的这件事情，教育来到我们的世界，从台湾 被殖民，从荷兰时期、日本，甚至国民党时期到现在来说这样。当我们成为那个所谓的地球村的时候，我们所吸收的东西其实在一个过程当中被这个世界也就开始被看到了。那在被殖民的过程当中，其实在我们内在已经有那个殖民的 DNA 了，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正在用被人家殖民的方式去殖民我们的自己这样。那我要鼓励很多的原住民的人必须回到自己的样子，怎么样自觉觉醒去思考回到自己的身上的这件事情，这样子的思考，我相信在日后我们的练习一定会找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出口。谢谢，非常感动。我现在要说谢谢大家。I'd like to thank firstly our audience for being so wonderful and being so engaged in this conversation. Beloved Masaru, 感恩感谢，因为有你们。